洪总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我太晚来了是吗？那你怎么哭哭了？你什么心情不好？你跟老板说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作业本被别人拿走。被谁拿走？我不知道。不见了是不是？那你有跟老师说吗？老师怎么说？老师说明天再找。所以有人拿错你的了是不是？但是不知道是谁。他可能多一本是不是？那也没办法写功课吗？我已经写完了。写完了结果被拿走了。放学前的时候发错、不知道是谁发错给谁。拿到你的了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我也没有另外一本错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哪。所以可能有人有两本，可是他已经走了，没有办法问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老师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吗？那明天再看看。哦，没事没事。我已经写完了。我知道，这爸爸看不到，你很难过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爸爸知道。事情是这样子的哈，今天是彤彤五年级第三天，开学第三天。那他刚刚放学的时候，老师有发作业嘛？那彤彤的作业本没有拿到，那发的是同学发的，对，不是老师发的嘛？对，那同学发的时候可能发错了，那有人误拿了他的作业本，那就回家了。那现在要问也没得问，那彤彤就很担心，因为彤彤自己这边没有多一本别人的嘛。彤彤是说，如果他身上有多一本别人的，那还很好知道说。是跟谁拿错就交换一下就好啊！我非常仔细检查过我的，我每一本书都有翻开来，每一页都看过，然后再合起来，确定就是没有。对，彤彤现在在洗碗，所以啊，100%确定绝对不会在我这，所以他就很慌张嘛。那我刚本来想说问他说要不要，要不然我刚刚就跟他一起再回教室去跟老师了解一下情况是什么。那彤彤就说不用了，他其实老师在学校已经很有耐心跟他讲了。那我们刚刚就打开联络本，老师很细心，很幸运的，我们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，老师很细心，也在联络本上写了详细的情况了。那我们刚刚本来很慌张的，那我看到老师这样很用心的写了，我就觉得有心有比较定下来，应该是不会不见，一定是在某一个同学身上嘛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看明天到学校的时候有没有找到。这边写一下联络，签一下联络本。而且老师签名还签英文的。今天放学的时候啊，彤彤出来就感觉闷闷的，要哭要哭的。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，然后他就忍不住哭了。那问了之后，原来是因为他的作业本不见了。然后老师有帮他去问当时还留在班上的同学，有吗？有帮你去问吗？有。有。那班上的同学当时还在，都没有。因为当时在。最后五六分钟，大家也都收到书包，所以看看抽屉没有就没有啊。而且有一部分人已经走了，那也就没有问到他的作业本到底被谁拿走了，所以彤彤就很难过。平常都开开心心的出来，今天就是才开学第三天就闷闷的出来，而且他很晚才出来。我一开始我还以为说是我太晚到了，然后他又跑回去教室去哪里去操场去闲晃。然后因为我太晚到了，万一他早看到我来就很难过，结果不是啊。我本来也很担心啊，可是我看到老师写联络本写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有放心不少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就看明天，我觉得明天作业本出现的几率很大，不用担心了。也不要说很大，明天作业本应该是一定会出现的。那你会生那个同学的气吗？拿到你作业本的同学，看看有没有把我涂涂改改。应该是不会啦。比较麻烦的一点啦，就是因为现在才刚开学，我们也没有那个家长群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，班亲会都还没开嘛。要不然就是可以马上在群组里面问说啊，是谁拿到了我们家彤彤的作业？爸爸。要不然我。能让我摸摸嘴巴？哎，小东不要这样子，你赶快吃啦！你的饭怎么都没有变少？你这样有比较不担心了吗？其实这表示是什么？表示彤彤其实是很注重他自己的课业的事情才会这样子，要不然有的小孩如果比较不用心，作业本不见了太好了，不用写功课了，就你不会这样对不对？作业本不见，今天不写，明天要写两倍。没有啊，就作业本不见，我整学期都不用写了，会这样子。那个科目不用零分了。对啊，彤很用心才会在意这个事情啊，这表示你是关心你自己的功课的啊。啊，如果哆啦 A 梦的大熊里面大熊不见，他会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妈妈，我的功课不见了，我的考卷不见了，都不用订正，不用复习，不用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吃西瓜吗？可以啊，负责任的人尽量吃西瓜。
可以把它吃完吗？你问弟弟要不要吃？弟弟你要吃吗？要。那你分弟弟啊。东东，你赶快吃一吃，哥哥已经吃完了。东东，等一下我们要去，今天要去图书馆。你要用喂的。不行，给老师看。我看一下剩多少。你再吃一点。你要冰着。吃到。我要再吃一口。吃到剩下一点点不好用的，乖乖，我再帮你喂。再吃饭口。饭口，再吃饭口，我就帮你喂。饭口可以吗？我要把它放。饭口，五口。你要变成西瓜冰是不是？再吃饭口，就让它不好用了，我就帮你刮一刮用喂的。我很乐意帮你吃肉。你不吃肉，你要冰，你真的要冰冰箱吗？嗯。哦，那你好，那你就等一下把那个图书袋收一收，我们去图书馆。管。小东，如果你太慢，我就跟哥哥去哦。我们往后了。我说饭口哎。一直往后了。一直往后，我帮你推前面一点。也没有哭桃惨，他进步很多啦，也不是哭桃惨，他感觉就是强忍泪水。吐了，爸爸吐了。你吐了，吐在哪？我饿了。哦，吐口对不对？这是吐口。好，那还有接下来睡呀、啊，吃睡口。睡。睡好。阿 Four 跟 Five 怎么不见了？还没啊，现在要吃才 Four 啊。因为老师的字很好看。艺术老师电子书，我没有要买啊。为什么？买了也不会听啊。我们直接用平量的就好了，平量就有那个可以听啊。因为他是艺术老师，他字当然很漂亮啊。嗯。你有看吗？我写那个，老师很用心啊。他写彤彤的家长好，今天彤彤找不到，放学前找不到他的生字本。我还特别强调，我有收到，我有改过，有他的哦。可能因为被其他同学误拿，我明天再请同学找一下。找不到他的练练本。然后我就回说，我们放学很难过的出来，让我们很担心。我已经误挂了。老师了，就这样。而且老师签名签英文呢。现在才发现吗？对啊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签名签英文。你可以啊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温柔的老师。老师是不是很温柔？我还没看过老师。我都吸十口了，这个手这么棒哦，你自己都多吃一口。小东，要喂了吗？还是继续把它吃完？都这么棒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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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喝了。我喂完你再去收衣服。为什么爸爸喂就可以吃了？明明就还没有把东西都吃完。刚开学就出现这个作业本不见的情况，不过不是你的错了，对不对？是别人麻烦你的。坐好，你去屁股又把椅子往前推了，还去摸哥哥的水。你坐好。好冰哦，你再来一次。嗯。两次我就冰了。讲一次就冰了吗？说没有冰。好，来，嘴巴打开，嘴巴打开，不要弄那个章鱼啾啾嘴巴，嘴巴打开。啊。这样我不要喂了，你这样子我好难喂。要不要用喂的？那你自己吃哦。要是我一定也会很着急了，所以我觉得你进步很多了。是你自己去找老师处理的吗？还是老师问你说怎么这样在找东西很惊慌的样子？老师问你的。老师发现你，那你那时候在干嘛？在到处问同学吗？没有，我自己在找。在找看同学的抽屉。你在看同学的抽屉还是桌上有没有你的？爸爸。然后爸爸一直被让爸爸放。老师就问你怎么不走，就是怎么放学还不走吗？没有，爸爸一直被你让爸爸放学后。爸爸要掉了，球球要掉了，这边要掉了。所以老师很关心你啊，老师发现你不对劲就自己来找你，对不对？爸爸，你看这个要掉了，不会掉到卡住啊。所以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啊，是一个温柔用心的老师。那我可以吃果冻吗？可以啊，你自己去拿。我要给那果冻。你先把你的东西拿过去给妈妈，在琉璃台那边。妈妈，很久没吃一个大苹果冻。你明天放学每天都有吃一个。早安。早安。我们要去上学。今天很重要，要看一下那个你的课本有没有，不是课本，你的那个作业本，应该是会拿回来，等你的好消息。应该。对。来，爸爸爱你。中午见。拜拜，中午见。彤彤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一去。
就在我桌上。啊，已经有人放你桌上了。对，你也不知道是谁拿错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你知道？他跟我道歉。他跟你道歉哦。那你跟他说什么？没关系，下次不要脸。所以他比你还早到。对。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哦，昨天还那么担心，对不对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那今天功课都写完了吗？当然写完。好，我要回家帮你上。有吃饱吗？中午吃什么？老师好可爱哦，老师很用心。老师写说，今天一大早，同组的一个小男生就把彤彤的生字本给我了，他有跟彤彤道歉了。重点是老师还画这个流汗的笑脸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有看过，对不对？超可爱的。我下次也要在上面画图回应老师，好可爱哦。好了，这个作业本消失的事件解决。解决。打住。